血糖高能喝鲜牛奶吗？如闻医生特邀专家贾克宝，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一般咱糖尿病的病人啊，如果确诊以后不许喝饮料，不主张喝粥，因为饮料和粥呢，它都属于升糖指数比较高的，就是你喝完了以后单位时间内很快在几分钟十几分钟之内血糖达得特别高。这个鲜牛奶里边呢只是含一些奶，含糖量很低，如果你煮熟了奶，你不刻意放糖，单纯咱们鲜牛奶里边那点糖分没关系的，那对血糖影响不大。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呢一般不许喝饮料，不许喝粥，鲜牛奶是可以喝的。